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.5 卡池复刻角色大反转，飞霄带之更鸟最强对单来了。 2.4 队伍强度排行 T0 在天顶级配对，平民玩家这三个别错过。星穹铁道 2.4 卡池的云离已经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随着云离的登场，截止到 2.4 版本的配对阵容强度排行也终于出炉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 T0 级别的三大顶级配对了，分别是黄泉的虚无队、流萤超击破队以及云离队。其中虚无队由黄泉、卡夫卡、黑天鹅、浮玄组成，超击破队由流萤、红血组、沙拉赫、软梅组成，云离队由云离、知更鸟、霍霍、停云，也是当前版本非常好用的三大顶级队伍。然后就是 T0.5 级别强度的配对了，分别有卡黑双道子队、挣脱追击队、翡翠虚构队。其中卡黑双道子队由卡福卡、黑天鹅、霍霍、软梅组成，挣脱追击队由真理医生、托帕、沙金、知更鸟组成，翡翠虚构队由翡翠、黑塔、沙金、知更鸟组成。整体来看，这三个配对在某些特定玩法中可以说是天花板，比如翡翠打虚构、卡黑的超高泛用性等。而说起 TE 强度的配对，分别有虚构银之队、最强打工队以及影月无限流。其中银之队主要是在虚构中的表现极佳，随着翡翠的登场地位有所下滑，最强打工队主要以机子、黑塔为主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成本低、易成型。不过缺点也很明显，锁定阵容很多环境用不上，影月无限流的话对于战绩点要求高，花火是刚需队友。缺点则是吃星魂、二魂极佳。至于再往后的 T2 T3 配对，基本上都是属于老牌队伍，比如净流队、量子战舰、警员队、刃罗鸦。随着版本新角色、新体系队的成型，地位下降明显，即便是复刻也不推荐平民玩家抽取，反倒是 T0 三大配对非常值得去培养，保值率、泛用性方面还是非常高的。星穹铁道 2.4 卡池的云离、霍霍已经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？除了云离的登场外，后续 2.5 卡池的新五星角色飞霄、灵沙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有关于 2.5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官方也早就公布，新五星角色飞霄、灵沙即将登场，其中飞霄的相关实测也已经被放了出来。就目前飞霄的配对和强度来看，飞霄绑定知更鸟、托帕明显会强了很多，单单从强度来看的话，这两位最好是都有的。以2+0飞霄、0+0知更鸟、0+0托帕为例，飞霄五金就可以零踢呼雷，说是最强对单也不为过。除了飞霄强度方面外，据不可靠小道消息来看，后续 2.5 卡池的陪跑据说很好，可以一次性把队友凑齐，类似于流萤卡池那样。要是消息准确的话，飞霄的队友除了刚刚提到的知更鸟、托帕外，三月七、莫泽都是可以的。或者说知更鸟提前复刻，直接插队 2.5 卡池。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，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，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。值得一提的是 2.5 下半卡池登场的新五星角色灵沙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。就相关的实测来看，灵沙对于流萤超击破队的提升还是比较难评的，就 VE 来看说是小加拉赫也不为过，0+0提升不明显，具体还得看后续是否有其他改动了。